你们一个个全都不露是吧？喜欢当老六是吧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啥叫形态随意切换。注意看好我这波，什么叫做人草合一啊？但是这个圈形好像不能让我嚣张太久啊。没关系，臭小子，我知道你在树下。丢完这个雷，咱们直接忙到旁边的石头。嗯，求懂吗的？臭宝，我可看见你了哟。啊，怎么不自学？我说这怎么？我操，哥！没事，哥，打扰了人，无意冒犯。这人草合一这块还是你玩的明白啊？连腰子都给我撞掉了。但这俩小子其实是个组队的，给我前后包夹，不然我不会这么难受的。你看我都嘎了，还搁这演了俩戏精。这一个叫拿筐找夏天都已经战神了，我估计是因为度假岛现在组队也不加分了吧，都来海岛。他另一个队叫触马，我从他们两个身上完全看不到什么组队，全都是兄弟情深啊。我兄弟要渡劫了，必须护他。我怎么说有人玩人草合一比我还溜？原来是度假岛的那批人趴到这个草里面就感觉回到家的感觉一样。这是我前天吃剩下的小龙虾，把虾都全留给你们行吧？你们这帮组队侠争虾头知道吗？当我穿上我仓库里面背带裤的时候，你们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。没错，兄弟们，这把必须乱杀。咱们落地先打个坤哥，不是鸡哥，不是哦，人机助助性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这个穷凶僻壤还给我刷把 M4。当时我就准备开启我的身法秀了，但是一想跟那个有大病似的，我就是、我去，有个愣头冲过来了，我怎么越扫他越兴奋啊？这人怎么这么变态呢？现在嘎了要掉一把大分呢，直接往后战略性撤退一手。我操，没事，咱们拿到这辆车就安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对面是跟我志同道合的好兄弟。OK， 咱们都上车走。含泪拿下兄弟人头。嗯，混元掌门马三鞭，这个我熟。我的马加枪法跟闪电五连鞭都是从这里边学的。本来只是想简简单单来换个车，我可不想让我的小金被别人给开了，去把轮子给打了。但我是打我胎没，又不是击你胎没。你干啥还急眼呢？跳车就要揍我，这给我吓得车都上错了。但是我回头一看，后面野区什么时候来人了？这个姿势不太好，我要上厕所观察一下。不是哥们儿，别兜圈了，我趴在这边压力很大的好吗？哼，傻小子终于要上车了，兄弟你掉大分吧，直接拿下。300米孙根谬杀，我看这回谁还说我枪法烂？感觉这个蹦蹦车对我恶意好大呀，100%是小黑子认出我来了。我上去就是一个漂移下车，只可惜我手里背的是大喷子。哎呀，只能先放他一马了。但是你们懂吗？你们看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到底想搞什么飞机啊？喜欢搞事情的话，就送你梭子556。我们俩也是搁这玩上二人转了，还来是吧？兄弟们，你们看谁打游戏这样玩呀？都扫这么惨还跳车，1000万是小黑子，后面这个鬼火少年跟他是一伙的，给他打残了。这两个人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皮，我都不想。想搞他还拿 M7 要给他装人机是吧？这笑脸给的实在是太多，直接往他楼下。听他脚步好像直接冲下来了。我去你大妈，拿 M7 要勾引我还玩成大喷子了是吧？你们猪猪队再来搞事的话，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自行体会吧。插播插播，紧急插播，又是一条坤哥。如果是这个刷圈，你们会去哪儿呢？站房去的话，被人强攻就难受了，所以我依旧选择蹲野外，往这边一趴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。溜，树枝太溜了，这圈都能直接给我刷走是吧？怎么事儿啊？这在考验我对地图的理解吗？我金马粒今天就是被溜死，被堵死，被别人抽把抽死，我也不会攻一下防区。我操，这白捡人头不要白不要啊！这位大哥也是秀了我一脸，疯狂切车换位，然后把我子弹给接住了。不是，我脚下怎么还有只老六啊？不好好狗分还敢呼吸是吧？咱们直接过去把他给蒸死了。这个圈100%是要去前面山顶的，但是那边已经有人了，我真的很怕死啊。现在厕所里面苟活一会儿不过分吧？现在往前面攻就没有那么难了，至少咱们可以边扑烟边往前面进。但是后面这个搅屎棍真的有点烦，非得把我车打炸才行吗？哼，这回开心了吧？你进圈我也要骚扰你一梭子。他轮子没了也只能被迫在圈边封烟。看到没，兄弟们，有的人他不搞个两败俱伤他就不开心。我正愁不知道怎么进圈的，前面两个人终于干起来了，我也是直接抓住这个机会就摸到近点，在忙丢了几颗雷以后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名叫霸气之王123的原因。打单排最重要的就是压迫感，虽然我没有伤害他，但他已经被我名字的压迫感给吓到了，直接开着红梦就要跑。主要是他停的那个位置还特别的尴尬，直接嘎了。会玩的都已经没了，剩下一只老六还怕自己狗分是吧？直接掐坤，不对，掐鸡。